对，然后再来，来一首歌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优哥自然频道。芭乐，哎，好小哦，小芭乐在这里。啊，上面没有比较矮的吗？你比一下，比一下，在这里来。那里啊。这里小，这里小芭乐。上面有比较大的。上面有比较大的啊、哦。那上面。对，这个。尤其摸摸看这个树干，好光啊，刺刺，其实它还是会有刺刺的，有没有？但是其实它的表皮是有点光滑的，对不对？这棵什么树？芭乐树。这棵是芭乐树，我们之前看过都小棵的，这棵很大棵哎、欸，我们第一次看过这么大棵的。都可以先这样。啊，坚固到怎样？就我把我吊起来。很坚固，你看它其实很大颗了。我们来远远拍一下芭乐树，哇，这是在这个公园里面看到的芭乐树，然后它上面已经有很多看到芭乐籽。爸爸，黑掉的芭乐，黑掉到地上，太熟了，黑掉的。OK， 有声音哎，来，有声音哎，它这里破掉了，因为里面有芭乐籽。破掉了，在哪里？这里啊。哦，对，然后再来。来一首歌，快点。掉下来了。掉下来了，芭乐。那上面有好几颗。嗯。这颗就是芭乐树，芭乐树，我们在公园里发现的芭乐树。芭乐芭乐芭，这是我最喜欢吃的芭乐。芭乐有那个叫什么？维他命 C 吗？是的，维他命C。维他命 C。C 对。但这可不是从我们看到那棵芭乐树摘到，对不对？那个好市场的啦，对，我们怎么可能去拔呢？我们去看到那棵芭乐树，它的那个种子有多小，它的那个果实很小，对不对？这棵呢这么大，对，这个是农民辛苦施肥，然后在那个采收的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么大棵。好啦，那我们要开始来吃芭乐。我们刚刚放下去的那个樟树，哎，不是，我们刚刚放下去的芭乐叶已经有一只在吃了。赶快改起来，不然小家伙出来了。等一下啦，哎，另外我要拍那只，另外那个是樟树叶，有一只也在吃樟树叶了，所以他们两种树叶他们都可以接受了。哦，真的有小只要跑出来了，好吧，盖起来。耶、yeah, ！我找到你了，跑步比赛回来耶！哎呦，不要挤我，不要挤我啦！哎呦，不要踩我，不要踩我，我会跌倒啊！不要打我啦！我在跑步哎，不要打我啦！不要打我！打架、哦！哎呦，哼，害我受伤，我走了。我赢了，这两只跑出来。它还有啊，让它去喝水。好了，让它进去吧。另外一只是在喝水。嗯，你头发把它弄下去了。嗯，因为它喝完水了。对，它跑进洞洞里了。跑到妹妹的手上去了。你应该还有一只才对啊，一二。有一只一直在那边喝水耶。1 2 3 4，对啊，这是指五二五六二到齐了。那刚刚在喝水，所以我们喷在树叶上面的水珠，它们会去喝水。
好啦，放进去之前稍微数一下，确认数量。好啦，可以准备把它放回去咯。